这有没有关心一下那个甜甜？甜甜离婚了，就一直有在陪着他。他有哭过吗？在你面前？啊，他有一点过不去，他就哭得蛮歇斯底里。小甜甜签字离婚，哭到歇斯底里。杨秀慧不幸荒山亮性侵，三天没睡觉。我们两个拍过婚纱，我们两个还结过婚，只是没有结婚证书而已。所以我死咬着他不放。那我希望瓜哥，你再继续给我温暖，不要让我在深夜的时候。孤苦无依，不会的，他一定可以找到他心仪的对象。其实爸爸妈妈的关心可以在不要放得那么宽的。你可以帮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秀慧姐有没有关心一下荒山亮最近的性侵的新闻？亮哥，我跟他还蛮熟的，我跟他就是有出去喝过几次酒。但是呢，在我的心目中啊，亮哥是一个很。很nice 他不管喝再多，他很会喝，都是一个镇定，而且他是不会，人家是摸一下啦，拉一下，连跟我讲话都毕恭毕敬，更何况跟那些小姐，跟你一定是毕恭毕敬的。总是有小姐会去跟他服务什么的，他就说不用，这是我自己来，是这样子，所以他会闹出这个事情。我三天睡不着觉，我一直打电话给我们共同朋友说，这怎么有可能？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主比较辛苦，对，又他会擦，又发生刘文正事情，都事情没搞清楚，那么像悼念文啊，写文章不是很难看吗？对啊，进入到死为止。这有没有关心一下那个甜甜？甜甜离婚了，就一直有在陪着他，我们就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嘛，对，然后又算是演夫妻，以私来讲，我希望他能够调整好最好的状态。啊，愚公也是希望说，他能够赶快走出低潮。但我觉得真的老天爷也算是蛮会安排的，可能刚好就是演他就是当他老公的这段时间，然后他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也看到他可能最脆弱的一面。对，那也在旁边就是让他赶快。靠近走出来，他有哭过吗？在你面前？啊，是哦，是每次都哭吗？就是在后一到后台，没有每次都哭啦，但有几件事情可能是对他伤害比较大，就是像之前不是爆出家暴教会，不是那个什么他的闺蜜哦，对，化妆师，化妆师，对对对对，然后他会觉得说这个闺蜜是。也是一个他这么信任的人啊，他怎么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影片和对话内容是无足以事？那他就那一点，他有一点过不去，他就哭得蛮歇斯底里的。他现在走出来了吗？现在看似走出来了，但内心深处一定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然后。从原本家里有人陪的，然后现在几个没有，一定会有一个过程。那他算走得蛮快啦，因为我们其实工作也蛮满的。如果我们时间可以，我都会接他上下班，然后就会陪他聊，让他精神状态也好啦。我们会就是他好，我才会好。所以只要有拍戏，你就会接送他。对对对对，因为他开车技术太烂。马伊正十四月早离婚，王全仁、沈玉林辉婚姻经营实属不易。会不会觉得台湾男生很坏？会啊，会啊！全世界的人都说台湾的男生都很低调。日籍女星佐藤麻衣在2014年嫁给台塑集团长孙王全仁当豪门媳妇，结果不到三年就婚变，从去年开始打离婚官司。据三立新闻网记者独家报道，其实他早在今年四月底就已经完成离婚手续，正式切断九年婚姻。被问到离婚的条件，简短回：现在的我一样做所有家事跟工作，现在的我很快乐。身为麻衣曾经的节目制作人沈玉林，今天出席活动不免也被问到这一题。我都觉得
现代婚姻经营啊，实属不易啦。我自己呢，我也是很努力在经营婚姻呐、啊，包含要不时创造新鲜感啊。这个你问郭哥啊，非常有经验，对不对？我因为我没想到他有离过婚，所以。欢迎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话说马阿姨不是王全仁的第一任妻子，第一任是首都客运千金李晶晶，两人诞下一女，结果结婚两年就互控家暴，仿佛真人版的八点档。不过现在两人还是朋友关系。他说：“请问贵姓？”佐藤。反观第二任妻子麻衣，2014年嫁给他后就逐渐淡出荧光幕，外界以为是麻雀变凤凰，但实际他就是在家当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不料三年后婚变，他悄悄把孩子带回日本住，不过还是很常带儿子回台看家人，满足总裁阿公王文洋的爱孙之情。会不会希望那个麻衣媳妇常常回来？我说他就是常常回来啊，他已经是常常回来了，好玩的，超可爱啊！每天晚上他去睡觉9点的时候，就说：“阿公 ，I love you。”直到去年，跨国离婚官司正式开打。据说当时年薪约为450万的王全仁，说自己只是一般的上班族，每个月只愿意给麻衣6万的赡养费。啊，周刊指出，王全仁去年还被曝要扶正外遇的外国空姐，还对麻衣母子不闻不问。麻衣带小孩聚餐，总裁阿公在，却不见他的身影。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们媒体比我知道的还要多。对，在6月，麻衣替好友艾莎站台活动，语带保留的回应婚姻状况，和好姐妹相拥哽咽落泪。那个过程中，你有委屈吗？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觉得放下吧，光是的事情就到一段落。协议的条件不能讲，但是你满意的？哦，不能，对，不能讲。那个配偶栏是还没有空白，差不多了，可能会有追求者之类的，还没了，希望有了。我忘记怎么打电话了，太久了。周孝安2021年和向明娘陈天仁登记结婚，同年迎来女儿胡娇妹妹的诞生。日前两人皆证实两年婚变，周孝安8日发文认了与陈天仁离婚，晒出一家三口合照，写下：“我们一直都想低调处理我们的私事，最后还是打扰了大家，真是抱歉。”对于离婚一事，周孝安直言：“好聚好散是我们的共识，经过讨论后共同决定换一个新的相处模式互动，恳请大家给我们时间及空间消化这个重大且艰难决定后的情绪起伏变化。”从两人的社群上可见，今年1月份周孝安晒出全家外出踏青的动态之后，就鲜少曝光家庭合照。网友也发现周孝安近来发文都是晒出和戏剧女主角周小涵的照片居多，部分网友直言反而是周小涵还比较像他另一半。周小涵表示，面对不在预期内的事情时，他通常会选择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但若遇到莫名其妙的事，他会以一笑置之的方式应对。其实周小涵与周孝安之前合作《必胜大丈夫》时就传过绯闻，如今再度在新戏《家有喜事》中饰演夫妻，对方当时已成为人夫。周小涵受访时曾坦言很阿杂，因为要小心界限，但他也说过其实和对方认识十几年了，好交情不在话下，现实生活中咱们还是哥俩好，松口双方私下的真实关系。周孝安深夜也发文吐露心声，谣言止于智者，这社会可能就像偶像周董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推理，自以为侦探，看太多柯南。我跟佑廷都很好，我知道佑廷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生，她很有她自己的想法，我是尊重的，我们是现在还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谢谢大家关心，那我们都很好。我昨天刚回来一下飞机，我就去大直找他们。好，他们现在住在大直，那我一个人住在原本的家。那我知道又婷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生，她很有她自己的想法，我是尊重的。人生的路上有很多改变，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关心，但我们其实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就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们是现在还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他那一天告诉我说，你要台北电影节嘞，怎么会这样？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好好去面对，然后也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两个真的就是个性很低调的人，真的很低调，就是我觉得私生活这个部分好像不应该去影响到公众的事情，这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做事情的标准。那我谢谢大家关心。38岁 Markio 15日突然无预警发文，宣布与医美老公小金离婚。去年5月，他跟小金闪电结婚，同年10月剖腹生下儿子。没想到仅1年多的短命婚就此玩完。事实上，随着孩子出生，夫妻俩争执不断。Markio 就曾在节目上痛批老公小金很表面，甚至在他坐月子时打包走人。当时两人闹分居婚变，对此经纪人胖姐也是 Markio 亲姐受访透露，离婚的最大导火线就是从坐月子控诉小金罪状开始。就是要叫我看先动，然后就一看，他擦汗也是假的啊，因为我是真的是大叫说，哎，小金可以帮我擦汗吗？我真的是流汗流到全身，我真的是痛到不太舒服，就是可以没办法吃那么多。然后小金是那种，你要赶快吃哦。赶快吃！我心想说，是你想吃吧？我肚子饿了，我会胃痛，我会不舒服。他给我吃月子餐，帮我吃全部，我就吃一点，他全部给我吃完。楼下抽烟，对，然后就又抱婴儿，然后喂奶，婴儿已经饱了，已经吐奶了，刚硬要。胖姐表示，两人去年因为闹婚变后一直沟通磨合，但仍没有共识，所以决定协议离婚，过程平和，现在也依旧是朋友。由于两人都财务独立，所以离婚后没有争产问题。 Markio 也没有要求前夫要给赡养费，生活一切由自己打理，预计之后直播卖衣服，重新开始新生活。根据依萍新闻网报道，就在 Markio 宣布离婚变成单亲妈妈后，好友小 S 也透露，对方在离婚前并未和他讨论过，但认为如此重大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相信 Markio 离婚之后会过得很好很坚强，强调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我们姐妹都会陪在他身边。17年婚姻，希伦结婚嫁陶喆，松口浪漫传说。偶尔还是要穿这种高叉裙，稍微勾引一下你老公，这很重要。你的夫妻要维持感情，不简单。从歌手转型为主持人的艺人 Melody， 今天在脸书宣布掰了富商老公，结束17年婚姻。哎，不是这个 Melody， 是甜心老师 Melody， 是挥之不去的 Melody 哦。我游荡在记忆深处，寻找残留下的温度，我在风吹乱头发的街上怀念着幸福。 Melody 表示，日子是自己在过，冷暖自知，每一段婚姻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这一路来一直都不容易，彼此双方性格与思想理念差距太大的状况下，让我们失去了关系该有的平衡，我们决定和平的结束婚姻关系。先生有觉得你不再是一个他可以感到欲望的对象了吗？
我有的时候常常觉得说我好像是隐形人。2006年 Melody 跟大她15岁的圈外富商男友吴玉琪交往3个月，闪电结婚，并育有2女。过去她为求子吃尽苦头，因为子宫内膜严重粘连，加上有巧克力囊肿，曾被医师诊断难以生育。经历2次试管婴儿，数次人工受孕，耗费近百万都没有成功，一度造成内出血，差点丧命。后来才在结婚第4年自然怀上第一胎。夫妻俩脸书上最后的同框照是2019年8月30号的自拍，当时 Melody 还写下婚姻的相处之道，简单就是幸福。因为妈妈们大概下午就要开始稍微有一点 mommy juice， 我刚刚倒自己杯还被吴先生瞪，狠狠的瞪 ，like。Melody 最知名的前男友就是玩音乐的陶喆，而 Melody 也是陶喆出道后第一个公开承认过的女友。两人交往6年，一度论及婚嫁，外传分手原因是受不了男生花心。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Melody， 那这个歌是为什么写的呢？今天我们就不聊这个了，对，因为这个大家应该猜的话，也应该可以猜得出来，这个歌是。它的由来是怎么？我跟你讲，那首歌刚开始不叫 Melody， 叫 Sarah Lee， 因为音乐人写 demo 都是先用押韵来押嘛。哦，所以他就随便抓了一个蛋糕。对，他不是为我写的，这个秘密20年后我讲出来。老公 ，I love you。他说我是女人的榜样，真的假的？爱你们大家，也不要忘了好好爱自己。徐若瑄经传和新加坡马可波罗海业集团主席李云峰已于上个月签字离婚，结束9年婚姻。据悉两人是因为个性不合，加上工作关系长期分隔2地，在上个月协议离婚，儿子继续留在新加坡求学。2013年徐若瑄因拍摄电影《72小时杀到你》而认识了投资者李云峰，结果两人擦出爱火，隔年闪电结婚。当时徐若瑄也被形容嫁入豪门，不过结婚才2年，李云峰便传出财务困难，欠债资金高达14亿港元。当时传出徐若瑄复出演艺圈都是为了替先生还债，所幸李云峰经过到处奔走找到金主，如今事业早已回春，只不过婚姻却变了调。镜周刊接获消息指出，李云峰因在新加坡忙事业，徐若瑄在台湾工作也很顺遂，一个不愿意来台湾，一个不愿意回新加坡，长时间远距离加上个性问题，虽然度过了债务和外遇风波，最终仍决定结束婚姻。另外，徐若瑄前年卷入王力宏婚内出轨事件，前年王力宏前妻李静蕾长文控诉王力宏婚内出轨，其中已婚的徐若瑄惨被影射。当时徐若瑄大动作撇清自己绝非小三，徐若瑄的老公李云峰也跳出来护妻帮忙澄清，才挺过外遇风波。塔罗牌老师艾菲尔上节目时，透过星象来分析徐若瑄之后的运势，当下铁口直断，她的事业会更好，还是可以接很多代言甚至媒体宣传机会，但是在婚姻上并没办法完全安全过关，有可能会在3年内离婚。没想到如今真的被料中，3天前一向正面乐观开朗的钢铁 V罕见在贴文直言 I am not happy now， How about you， 我现在不快乐，你呢，并附上一张自己和圣诞树的合照，但只拍到侧身，看不到任何一丝表情，心情似乎相当低落，简洁回应了离婚后的现况。人跟人相处之间一定就是会有一些理念一样或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上节目话会讲比较有效果一点，那其实我跟他们一直以来关系都还不错，还是礼尚往来这样。目前先照顾好自己跟小孩，然后新恋情的部分就是随缘。那之前上节目有就是说一些公婆的一些相处上面的摩擦，那现在你们的关系还就是还 OK 吗？这样。其实因为节目的话，难免一定要有一些娱乐效果。那因为其实每一个人跟人相处之间一定就是会有一些理念一样或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上节目你一定要让大家看的是很开心的，就是看的是很有感触的，所以当然会讲话会讲比较有效果一点。那其实我跟他们一直以来关系都还不错，像其实我公公跟我婆婆现在还是会定期来跟小孩一起相处，然后就是还是礼尚往来这样。那有期待会期待新恋情吗？因为其实现在还
才没有时间想到那边，因为其实我跟我先生的这个状态也持续蛮久的，所以其实也不是说突然改变，所以心境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折，不会突然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其实现在就是目前先照顾好自己跟小孩，然后新恋情的部分就是随缘。那一一分享一下之后的那个工作规划好了。嗯，工作规划，我其实我现在还是正常有在接通告，然后还是有跟佩佩一起在拍，因为我们有在拍短影音，佩佩的婚纱店，那有时候我也是会去帮忙这样，大概都照之前正常的模式在运行。那经济上面会有一些压力吗？经济上不会，因为其实我先生跟我先生一直以来都对小朋友在经济上很照顾。那其实我们有共识，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对于就是我跟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改变，其实是我跟他两个之间的事，跟小朋友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小朋友还是正常的有他们的跟以往一样的状态，所以其实小朋友经济都还是我先生那边在负责。那我自己这边呢，我就是一直以来是把自己照顾好，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男星张兆志与徐允乐宣布离婚，两人交往至今已有十年，并在2017年共结连理，岂料双方对于生育规划产生分歧，因此走上分开意图。徐允乐坦言，自己的人生蓝图一直希望能有孩子，在一起十年以来，他也曾期待张兆志突然想要孩子，或是自己放弃这个念头。不过如今十年过去，两人终究没有为自己以外的人改变，即便如此，他仍感谢彼此没有为了爱妥协。试想五年后，要是妥协的是我，我铁定会因此而产生埋怨，要是妥协的是先生，也会产生怨怼而逃走吧。他认为能坦诚说出真心话，给对方做选择的自由，这才是爱。对此，张兆志也坦诚自己相当努力想跟上徐允乐的想法，无奈始终找不到成为人父的动力。不过他仍为徐允乐终于确认想拥有孩子感到高兴，也感谢对方十年来的陪伴，感性告白，直到我们牵着手交出申请表格当下，我们对彼此仍然充满了信任、感恩与怜爱，不争、不吵，没有各执一词，只有我眼中一个深爱着十年的你。最后一刻的张太太，谢谢你让我当你十年的张先生。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奶哥，我是徐乃麟。我是小 S， 我是吴瓜，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我是三立吴珊如，我是李婷，我是王静，我是潘若迪潘老师。大家好，我是余祥全。大家好，我是柔柔。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开心天天笑开心笑，心想事成，幸福满满，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龙年行大运，身体壮如龙，祝大家龙年行大运，龙年行大运，越来越好，身体健康，顺顺利利，让我你看，让我你欢喜，让我你大发，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好运滚滚来，新年快乐，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龙光焕发，好运龙中来，我的爱龙合力，祝大家好运龙中来，祝福大家天天开心，天天快乐，欣欣向荣，生意兴隆，龙飞凤舞，像一条龙，你龙我龙，今年会红，心配健康，万事如虹，全家可以和乐融融，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生龙活虎，龙年行大运，恭喜发财。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今年有可能。我比哟，爱你哦，赞啦。